爸妈他们不会给我钱，他们十八岁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账号，我就跟我讲说你以后要自己去缴学费啊，然后买的书本费啊、保费啊。我们做演员其实真的很不固定的薪水，我有几个礼拜还去五谷那边的工地扛水，然后还有搬砖，然后跟混水。有像的地方，但是总归来说，我觉得不太像，因为那个高嘉洋跟我爸本来就是不同世界的人，哎，高嘉洋是比较温柔一点点，那我爸其实在教育上面，其实有些部分还是偏传统，所以他不太会那么容易的，你知道，去关心你，或者是说你很棒之类的。现在在一个。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我到底要做什么的阶段，就纵使我有拍戏，然后念大学，然后上课什么的，但是其实还是不是很知道我这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。那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不要去预设我要做什么工作，然后我也不要去预设我会达到什么样的成就。目前所有的一切，我做过的所有工作，拍戏也好，拍戏以外的事情也好，都是顺着我的人生的步调在走，没有特别去想过说啊，我是不是要去做什么，要不要去做那个，去学这个。只要我会这门技术，我就会去做。就好像我大一的时候进学校的舞台组，然后学了木工、铁工跟焊工，然后我有几个礼拜还去五谷那边的工地去扛东西。那个现在好像很少年轻人在做。我们能做的是扛水，然后还有搬砖。然后跟混水，然后要上鹰架的话，就需要去考执照。然后在一两个月前，我就跟我妈聊，就是说，其实现在有一点不是很确定，就很迷茫。那我妈她也说，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阶段，大家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好像多多少少都会不是很确定到底要做什么。那她跟我讲说，你如果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，就想到什么就去做，就是。先把你的那个勇气拿出来，就是不要去想说我做这个会不会怎样，做那个会不会怎么样。就是他一直很鼓励我去尝试不同的东西，就是我也需要赚钱，我也需要顾及我以后的工作是什么。我爸妈他们不会给我钱，他们十八岁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账号，然后里面是我十八年以来的红包钱啊，就那些滴滴扣扣的东西。我就跟我讲说，你以后要自己去缴学费啊，然后买的书本费啊、保费啊。当钱在自己赚的时候，你就真的不太能把你的工作只定位一个。特别是我们做演员，其实真的很不固定的薪水。我是很幸运，刚好接到了有声，然后呢，爸妈有给我一个账号，有一个比较好的起头。从小到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物欲，然后我们家也比较节省一点点，因为我爸妈的爸妈，他们两位就是四位都是很勤俭的，所以这样子教育出来的小孩，当然不会去想说我们应该把钱花在这种物质上的东西。